好，插进耳机孔。好，插进去之后，开启电源。这边的后面有个电源，这里。好，接下来上面会显示频道，还有108。好，那我们就收音机这边调108。调到 radio， 然后调到108。今天。好，接下来播放，播放音乐。现在就是从音响做出来了，调大声。